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蹦妈，现在是早上的6:30，起床发面。昨天有孩子说，阿姨，你啥时候给我们再做点那个粉家的那个肉？哎，我想了半天，什么粉家的肉呀？哦，忽然一下开窍了，孩子说的是我之前给他们做的龙龙肉夹馍，那还不简单，只要阿姨会做，就给你们安排上。有好多朋友建议我买台和面机，为什么我一直没买呢？也因为习惯了自己和面揉面，自认为只有自己手工做出来的面食才有灵魂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匠人精神呢？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呀，我真是爱好下厨，也很享受手工制作美食的过程。如果都用机器代替了，我想下厨对我而言呀，乐趣减半。现在还年轻嘛，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所以在自己能及的范围内，尽量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花样丰富又营养的午餐。蹦妈是这样想的，也是一直这样去做的。希望我一直做到你们的孩子上初中，蹦妈托管还在，都来我家托管哦，欢迎你们来，你们会来吗？说的是不是太遥远了？眼前的好事儿就是明年我们邻居搬家走了，他的房子我准备租下来，那时候你们都来吧。未来可期，把握现在，做好每顿饭。厨娘买菜回来了，准备做饭了。龙龙肉夹馍搭配什么主食呢？就是麻辣米线，陕西人的最爱。先把鸡架洗干净，吊个高汤。有人奇怪鸡架怎么能熬高汤呢？其实鸡架熬出来的高汤非常的浓郁，汤色也会非常的浓白。鸡架下锅，加上葱和姜，熬汤2到3个小时。最近猪肉降价，今天咱能好狠的吃一次肉了。龙龙肉夹馍一般是用五花肉，但是今天的五花肉太肥，孩子们又不爱吃肥肉，我就买了2块前夹肉，瘦多肥少。肉切片，加盐、料酒、生姜片，腌制20分钟。大料水的配料：香叶、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小茴香。蹦妈今天做的龙龙肉夹馍呀，确切的来说也可以叫粉蒸肉夹馍，是在四川这个粉蒸肉的基础上做的改良。顾名思义啊，是把肉放在笼屉上蒸熟，加上荷叶饼吃。但是呢，和粉蒸肉的做法呢又有一点点的区别。有哪些区别呢？跟着蹦妈一起看。糯米打成粉末倒进去，加上盐、鸡粉、胡椒粉、少许的生抽、一勺甜面酱。我们陕西的龙龙肉夹馍不同于四川的粉蒸肉，第一个区别就是要加上大料水，肉吃着更有味儿。粉蒸肉加的是四川特产豆瓣酱，油泼辣子一道菜，是我们老陕的钟爱。加上辣椒面和花椒粉，热油激发出香味儿，这才是有灵魂的陕西龙龙肉夹馍。龙龙肉夹馍比粉蒸肉要稍微偏干一些，注意大料水不要加太多。把肉码放到蒸篦上，尽量摊薄一些，好熟，中火蒸40分钟。做法是不是也挺简单的？调料也很家常，多加了大料水和辣椒面，正宗的龙龙肉夹馍就是这个味儿。喜欢吃的朋友呢，就可以动手做起来啦。开始揉面，蒸荷叶饼。有朋友这个苦恼啊，自己蒸的馒头不蓬松又不光滑。其实蒸馒头，你只要掌握好以下几点。第一个，面一定要发旺，发好的面呢，撕开内里组织成蜂窝状。第二个，要揉到，俗话说五道的醋揉到的面，面团我一般要揉差不多100下了吧，一定要把面揉至光滑，拉起一团面呢，不易断裂，有很好的延展性，蒸的馒头呢柔软又不失筋道。最后呢，一定要醒够，整形好的馒头呢，经过二次发酵，馒头的体积变大，馒头的口感也更柔软蓬松。荷叶饼的剂子刚好手能握住，给它揪下来，蒸出了大小就刚好。把小面团揉圆后按扁，用擀面杖擀成椭圆形。刷上一点点的油，防止粘连。荷叶饼就做好了，但是对于完美主义者呀，它不但得好吃，还要好看，来给它造个型。拿根牙签给它往里怼一怼。
哎，给它再揪一下，像不像一片漂亮的枫叶呢？我一直把厨房做饭理解为在厨房里的创作，希望自己的每个作品呢都能引人入胜，那样我就成功了。有一部电影叫《朱莉和朱莉亚》，爱好美食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我希望自己成为朱莉亚那样的人，做出顶级的美食，写书，成就自己的人生。365行呀，行行出状元，找准自己喜欢的，坚持不懈地做下去。荷叶饼创作完成，二次醒发15分钟。利用这个时间把麻辣米线的配菜准备一下。麻辣米线的标配菜，豆腐皮、海带丝、豆腐干，还有小青菜。馒头的醒发时间到，上锅蒸15分钟。老被粉丝说呀，蹦妈做饭太复杂了。那今儿呢，给大家分享个麻辣米线的家常做法，用料少，操作步骤简单易学。先把豆腐丁下油锅炸，炸至微微的焦黄皱皮就可以捞出来了。锅里留宽油，倒入洋葱末、生姜末，把洋葱炒至微微发黄出香味儿，把肉末倒进去。麻辣红油米线要的就是油多，吃着才香。来上2勺豆瓣酱，1小块火锅底料，翻炒至酱料融化炒香。把炸好的豆腐干放进去，加1勺糖提鲜，倒上葱花多炒一会儿，炒干水分，这样酱料才更容易存放。龙露肉夹馍出锅，闻着咸香咸香的。肉入口即化，咸辣适中，我更喜欢吃这个糯米粉，更入味还更香。邀请美食品鉴团的小姨来尝一尝我今儿这个龙露肉夹馍，这个味道如何？荷叶饼也蒸好了，今儿的这个荷叶饼蒸的还行吧，蓬松暄软，软软的像一块棉花。一个饼夹着满满的肉，来一口，幸福生活不过如此呀。大家有没有透过屏幕就想拿走一个的冲动呢？我估计有啊，大有人在哈。再有5分钟，学生就要回来了，下米线。加上各种配菜和酱料。开始调味，加胡椒粉、盐、花椒粉、鸡粉，麻辣蜜鲜出锅，你们看着撩不撩，媚不媚？我今天做了龙露肉夹馍呀，我个人觉得味道不错，那到底孩子们喜不喜欢吃呢？看到没，孩子是一个下肚还要再来一个。吃不吃？椰子他不吃，你吃。你先吃，你吃几个老尖？我吃仨了。我数着呢，你吃了4个。仨。这是第4个。这第4个。